你刚刚摕倒来蒜头，我甲整理的啊，屑屑遮济啊，安尼，伊这伊的毛啊无效的。这屑屑安尼整理起来偌重，看卖啊。半斤。来。哦，差不多半斤就对。嗯。系啊。啊，这是阮同事遐买，这讲买偌济？一斤43。啊，这应该有20斤，伊屑屑伊有加啦，伊佫有加半斤，所以又扣掉屑屑的量。系啊，伊又加半斤予我啦，啊，伊嘛又加半斤予我啦，啊，拄好即马甲整理出来，迄个屑屑拄好半斤，即偌济？9斤。9斤，哦，是的，本来10斤，我穿的时阵，本来10斤可能有蒸发去啊。哦，嗯，啊，安尼有打伊啊，蒸发1斤去啊，因为有先穿过啊，原底10斤，即马变9斤，好啦，我穿的是十，好，我一包。嗯，因为我肯定也无整理，也无随便拍啊，反正底下伊嘛是有空气嘛是会干燥啊。原本10斤啊。哦，即嘛差不多，嘛是蒸发1斤去。这像偌济？嘛是9斤啊！哦，这嘛9斤。嘿，所以拢蒸发。安尼拢有去有打伊啊，打一斤呢，拢总找2斤呢。无安尼，所以即马呢10倍啊。安尼10倍啊？两个10倍嘛，我买几斤？我买20。20啊。哦，起拍啊！好，安尼爱拍几工？嗯，正常讲一两礼拜吧。太完全打啦！好，等打时啊，搁来称看卖啊，看剩几斤。好。伊个团购王买。团购王啊。嗯。本来我个称是9.5斤呐、啊。我原底是买偌济？10斤。嘿。10斤偌济？这算半打的吼。系啊。半打的60。嘿。啊。10斤啊！你当下甲称偌济？9.5啊。9.5。嗯。安尼减半斤。爱讲人工会补啦。好，啊，即马甲称看卖啊。啊，即马昨阮迄个阮大哥啊，伊来讲算老尾来，就摕一挂去啊。我看即马剩几斤。差着啊！可能是着每几粒啊，三几粒啊去。来，即马看卖剩偌济。仅存。8.2斤呐、啊，8.2，安尼克偌济？1斤多吧，大概1斤多、啊。1斤多。对，本来是9斤半嘛，啊，1斤多啊，好，8.2斤呐、啊，今麦过来拍。安尼先啊，克落拍，甲拄啊遐做伙拍，啊，等另一伊个半斤个补人啊，佫继续。半斤就另外拍啊。系啊。你这着已经算好啊。好啦，紧啊，是使拍啊。这量可能有较济呢。这敢若较大粒吼。八分。还好啦，普通啦，系啊，嘛是差不多，拢有大细粒大。啊，你讲这9斤外比看起来比遐，就因为肯大有无？大伊的量会较侪啊，啊淡的伊较重啊。嗯。你看起来量是不是？这看看较少掉啊，这看安那较侪。嗯。明明拢9斤的吼。系啊，我即嘛8斤尔。有啦，量看还有较侪啦。你这8斤，这9斤。好，等打卡过来清看。即马蒜头拍到差不多啊，应该拢打来看到。即咱咧白皮拢打打，系啊。正脆啊。就用个拢脆脆的，安尼打啊，用个好无？用个伊就很容易就剥开了。嗯。即马称本来是称9.5斤啦，即马看下称偌济。剩。5、6、7，剩较无7斤半，变成7斤半。7斤半，安尼水拄好了2斤外，因为拄开始提时是有10斤，啊，就是过几工啊，剩变9斤半，算有小可蒸发去，啊，所以水是伊个从大了变水分有2.5斤啊，啊，这来看卖啊，这较细粒啊，嘛差不多啊，我是。5、6、7斤半啦、啊，即嘛7斤半。嘿、欸，啊，所以水分嘛蒸发2斤半。好，看我一包。
之前有摕，阮都有摕过去啊。迄阵本来穿是8.2斤嘛，即马剩6。讲我七。无到七啊。无啦，6.8。6.8，大概6.8斤啦。嗯。6.8斤。安尼蒸发8.2嘛，6.8。1.4斤的。弄重。8.2，6点。借水分1.4，啊多啊另外迄种包2.5，啊所以这有小个半打啊，这是淡的，完全淡的，所以水分啊，再来伊尾啊有咸的，有补充一斤吧。迄阵啊，甲买借买几斤？买10斤啊。10斤啊，过来是减半斤。吓，减半斤啊，才9.5尔。啊，尾啊去甲搁摕另外其他的物件，还是有补。啊！是补充去半斤嘛，差不多要我。有头壳，我看伊头壳有咧拍啊，伊就凊彩慢慢讲，才有超过半斤啊。啊，算嘛赚着。系啊。安尼算，这尾也剩7.7哦。无，刚尾嘛是7斤半多一点点啦。剩7斤半。剩7斤半好啊。嗯。剩7斤半。7斤半，啊！搁我着搁摕一斤去，所以剩8斤半。啊，所以水分等于蒸发1斤半，即个蒸发1斤半，啊，另外2斤半，啊，来看，等来算看卖啊，伊计小做一下开好，伊在60元嘛，10斤嘛，就是60。十斤60块啊，啊，这是43，啊，蒸发来看，比起做一下较伊的，开好啦，啊，嘛唔知算哦，其实是白白，嘿啦，好啦，啊，要怎算？你要来底算啊？系啊，啊，无你一张你我都清算嘛。好啊。嗯，恁公司摕的是1斤43元，啊，大概是1斤60元，对吧？啊，剩下是1.5斤，加1斤等于8.5斤，啊，这是较大声的啦，7.5斤。加7.5斤等于15斤，好，好吗？你算算来讲，即阮同事的1斤43，啊，另外迄1斤60，啊来讲啊，甲你讲啊，我看无。7.5斤，两包7.5斤，15斤，15斤，哎，总共等于600元，哎，43×20，啊，这七点五加1斤，1斤是伊尾也补的啊，嘿，伊尾也补咱补甲补，哦，有遐济哦，860，所以伊嘛等于给。咱加半斤尔啊，咱伊欠咱半斤嘛，加补咱半斤尔啊。啊，大家安尼算就是拢总算总量的，无咧算个啊。总数860嘛，1斤43，20斤，就是860。啊，最后剩15斤，就860×15等于。好，算出来是。57.3333，这是啥物？这是舍去啦。这计少啊？一斤几块啦？1斤57.3啦。一斤就是1斤57啦，就算起来一斤超过七啦，4×5=57啦。好啦，我算这个啦。那个加600块嘛，就是8.5斤嘛。600×8.5等于70。70。安尼嘛是即较俗啊。当然啦，43块。嗯。只是半大个啦。伊料个交你个比例差迄落啦。我差10几个呢，13个呢。嗯。吓啊！啊，所以嘛是要买淡个倒来拍。较会好啦，即卖菜市啊卖有诶有60个，60个肯定是半打，像这半打。啊，佫有分大细粒诶，人讲佫有分大细粒诶。有啊，大粒诶，
无啦，啊对啊，啊这是看，你若大粒，着佫会用一，啊这啊细粒是佫会落啊。大细粒拢有夹啊。哦。啊，我这是分开，这七斤半是大颗。刷过遐写就好啊。好。安怎？大粒细粒。大粒一半，大粒就包细粒的啦。啊，妥妥就是一斤5-7元啦。好啦，安尼明仔载还阁买，无明明仔载明年啦，明年再过来。明仔载这就用袂了啊吼。明年再阁看要介绍偌济，再过来做记录。